是的，没有错。在上一季的结尾，乔纳跟莫林莫名其妙的摊开了。莫林把自己全身的力气灌输到乔纳身上，在这之后，莫林再也没有见过乔纳。乔纳，他一个人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痛苦。莫林内心深处深深的痛苦，完全没有人能够理解，没有人能够了解。莫林他一个人独自躲在家里，过着孤单的生活，每天自己烹煮东西来吃。乔纳都不喜欢我，不如吃蒜头吧。啊，好痛苦啊！啊，好苦啊！好辣啊！好想吃香肠啊！算了。但是，莫林决心振作起自己，于是。出海去捕鱼。莫林，莫林决定过着海滨男儿的日子，忘记一切的痛苦，重新振作开始，再也不去想他。故事就这样结束了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这样的结局你买单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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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